蝴蝶翩翩飞舞，引领我们进入人世间最黑暗诡谲的欲望丛林，看尽人性贪婪狡诈与争名夺利，恩怨纠缠不清，爱恨难分难舍，红尘滚滚，芸芸众生重复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戏码。看蝴蝶挥动天使般的羽翅，抚慰着委屈受创的心灵，找出犯罪者无所遁逃的制胜密码。这些谜样的因果轮回，我们称之为蝴蝶密码。七早八早，地灵树啊大声，我是咱老石来叫。谁啊？是啊，请坐，你在吗？我就是。好嘞，你的电脑，请先说。哦，这样紧哦。贤是某家超市的补货员，个性大咧咧的又不正经，喜欢和几个跟他一样爱打屁的男同事边工作边评论女同事或者是色情光碟里女主角的身材。而他总是口无遮拦的讥讽女同事，常常遭来女同事怀疑犀利的卫生眼，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另一方面，郑贤非常沉迷于网络交友，喜欢用不同的身份认识女性网友，甚至会与对方聊个整晚都不睡觉。两天前，他终于存够了钱，花了10000元，在网络上买到一台市价40000元以上的二手笔记型电脑。收到电脑的郑贤，想到从此以后可以尽兴地上网，便迫不及待地上去他平日最爱的交友网站，找年轻的美眉聊天打屁了。不要紧，啊，无看你要去倒，我甲你载。唔免啦，就是。是。哎，啊，较细个嘞，头骨叫车弄着啊。郑贤又巧遇这名美丽的女子，让她一早的睡意全消。原来在几天前，郑贤边骑机车边将手上的饮料随手一丢，不料竟刚好丢到这名女子的身上。
郑贤贺见女子的美丽与出众的气质，便立刻道歉，甚至向女子询问姓名和电话，但女子只是一脸不悦地离开。郑贤下意识地偷偷跟踪女子，才知道原来女子就住在他的租屋处附近，让郑贤相当兴奋，甚至还计划要如何追求这名女子。只是今天这名女子走得如此仓促，究竟她有什么急事啊？而郑贤跟她又将展开什么样紧张刺激的交集呢？你是说你先生被绑架？对，我先生叫江朝明，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们结婚没有多久他就被人绑架了。这位是？我是他先生的好朋友，我姓王。林小姐，你说你先生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天前。为什么到现在才报案呢？因为歹徒威胁我，说我如果报警的话，他会对我先生不利，所以我只好把钱给他。可是我先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来。什么？你已经付过首款了？是的，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金川先生，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我先生，你们一定要救他。林小姐，你先冷静下来，你能不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原来静书与朝明新婚不久，静书都在家当个专职的家庭主妇，而朝明则是在与健康、健庭两兄弟合开的软体公司上班。除了睡觉的时间，他总是离不开电脑。工作虽然忙碌，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回家陪静书吃饭。但是五天前，静书和平常一样，做好饭等着朝明回来，可是朝明却迟迟没有回家。于是静书打朝明的手机，却是关机的。再打电话到朝明公司，健康说朝明在7:30左右就先离开了。没多久，喂，江朝明现在在我手头，你若想要一边一边安咱倒转，伫个三天内准备好20,000,000的现金，时间地点我会阁甲你通知。你是啥？朝明的？唔免啰嗦。你只要把钱准备好就好，我见过，不准报警。阿老，林先生就参照安尼。听到这样的消息，静书震惊地愣在当下，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找来朝明平日最信任的好朋友健康与健庭来商量。健康，是变怎？是变怎啦？就是你先卖过去，咱先冷静下。奇怪，你可做人一向拢足保守，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咱是有人调岗来创治，这是一条人命呢。谁会提这种代志来讲耍笑？而且。你到最近嘛有得是做啥物人？哪会安尼啦？调袂。像啊。Thank you.
安怎？收到恁翁的物件未？我告警察，不准你报警。啊，若无后面收到，就毋是干恁先生的镜头啊！咱是报警，交警方来处理哦。对的，对方讲，咱应该报警。伊若无，咱我也就是刁民夫的。对啊，娘，对方做法这么绝，我想也是先卖报警好啊。好啦，我看咱就乖乖拿钱。证书，对方要提拔就是。5000万。这多，是不唔对无啊？你哪会撞出来？正确，你人袂较乖，恁跟我斗三工好不？看着静书几乎崩溃，健康健平义不容辞的答应要帮忙筹钱，只是因为时间紧迫，加上要在短时间内筹到2000万的现金，简直比登天还难。健康拼了命地四处拜托所认识的朋友及老客户帮忙，最后终于找到与他们公司长期有合作的廖董帮忙。而廖董对朝明与健康合开的公司一直很有兴趣，于是他开出要以公司所有的股权来交换的条件，给了静书2000万的现金。等到第四天的晚上，静书果然又接到歹徒的电话，知道时间地点后，在健康的陪同下，他们把钱带到歹徒指定的地点，然后离开。回到家后，静书忐忑不安地等着朝明回来，但是朝明却迟迟没有回家。静书越等越心急，不知不觉疲惫地睡着了。原本担心朝明的静书，整颗心就已经七上八下的，这下又做了这样的噩梦，更让静书彷徨不已。到了隔天，也一直没有朝明的消息，静书越想越心急，便立刻打电话给健康，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报警。于是两人直接约在警局见面。警察先生，我求求您，你一定要救救我先生，最后的希望就靠你们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不要讲，来不及。你放心，这个案子交给我们警方来处理，我们会尽力的，好吗？那你们先回去吧。于是警方开始着手侦办这个案子，逐一过滤朝明的朋友、客户，并且派人24小时监听朝明家的电话，但是歹徒却都没有再打电话过来。难道朝明真的已经遇害了吗？小姐，我已经甲你通过几落摆相片，你到底要传给我看无？对于电脑突如其来的断电并不是太在意，但是接下来几天
电脑竟不断发生断电的情形，而且时间都是在凌晨3点。郑贤以为自己买到了劣质品，气得他上网找卖家理论，但是卖方却对他不理不睬，让郑贤真是怄到了极点，只能在网络上大肆放话给其他买家，告诉大家卖方卖的是劣质品，只是事情却没这么简单。这一天的半夜3点，又发生一件极端诡异离奇的事情。寂寞荒心，嘿嘿嘿嘿，这名感觉袂歹。我用吼新的昵称甲伊开讲，啊无叫 Peter 好啊 ，Peter， 哈哈，密码真好笑。4 3 8，你快点哇！你敢快点哇！你是谁？你快点，我拍你。废话，我不是车迷。当然看得到啊！实在真好啦，你可怜无说你用到我的密码甲账号，才看得到我啦。我叫人台死啊！我希望你会当留我斗三工啦。用台死？笑，你笑你家己去笑，我吼的时间拢是要给查某的。不是要给你的，别浪费我的时间。不是这样啦，我真的叫人台死啦。你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是我在世的时候你用的啦，现在给除了你哦，真的没人能救我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名男子自称自己被人杀了，甚至还告诉郑贤他明天一定会再来找他，而对此嗤之以鼻的郑贤，在隔天晚上依然继续上网聊天，但是到了凌晨3点，男子又再度出现，说的是类似的话，到了3点半又消失无踪。郑贤打定主意不理对方，让他去唱独角戏。而另一方面，警方调查了任何可能与朝明有关系的人，却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歹徒那边也从此没有消息，让警方怀疑朝明是凶多吉少。但静书却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心等着朝明回家。而这天，经过了，你一定要相信我啦，阿伯，我来看我的视讯好不好？这人来烦啦，烦死啊！哦，你过来啦。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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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
是用唱歌的，是吗？你应该相信我吧？我真正叫人害死啊！不过我唔知凶手是谁，我无想要追究啊。我敢若想要让我知影，我已经死啊！我甘愿让伊知影真相，艰苦一世，嘛无爱让伊为着我烦恼一世人啊！啊！我希望伊会当好好啊活的啊！我的时间到啊！我爱来去啊！我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斗三工啊！阮某叫林定书，你一定要去找伊哦！我拜托你啦！你笑，啊这世间上吼，没有可能鬼啦！哼，想要跟我骗，当我白痴！张太太，很抱歉，我们可能要放弃监听了。放弃？我求求你们，你们不要放弃好不好？我先生还没回来，如果你们放弃了，他怎么办？可是已经半个多月了，歹徒并没有打电话来。说不定他等下就打来了。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放弃了。张太太，对不起，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我们还有别的任务在身。何况我们的警力也不够。张太太，我们警方虽然撤离这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管这个案子。不管李先生是否平安无事，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找到他，并且抓到凶手。所以这几天，希望你能够继续待在家里面，有任何消息马上通知我们警方。请你多多保重，大河。喂，耿太太呀、啊，我就是。恁人哦，有话叫我要甲你讲啊。我人伫个什么所在？啊，哎，你是要甲我讲什么哈、啊？这讲来哦。真是回头等啦！对啦，阿婆，咱二十分钟以后，约个较早，你甲你安散步迄个公园啦。好，就安尼啦。喂，已经挂断了。怎么样？时间太短，无法确定地点。你知道那公园在什么地方吗？我知道。
大河，马上通知警局，准备警力，立刻到公园汇合。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对静书来说，无疑的是燃起了一线生机，也让案情有了一道曙光。警方与静书立刻赶到约定的公园，等部署好警力，众人都平息以待，等待对方的出现。可是任谁也没想到，他们等到的却是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答案。电话敢是你开？是伊，伊是迄个鬼的某。啊，安尼讲起来，伊唔着结婚啊？啊，是啦。电话哦，是我开的啦。啊，阮翁人呢？我真早已经交予你啊，谁让你阁唔肯放伊转来？你是讲啥？我哪听无啊？你心肝内这么凶，竟然把阮翁的指头剁断！你是不是阁对伊安怎？我人到底伫什么所在啦？你到底是咧讲啥？你莫阁假啊！我人到底伫什么所在？你紧讲啊！紧讲啊！好啦好啦，恁阿哦，反正电脑内底。伫内底？系啊，已经死啊。啥物？条命已经死啊？对啦，阿姨哦，就是叫我来跟你讲这件代志的啊，叫你哦爱好好保重，坚强的活落去。啊，你哦，人要死啊，啊，唔通太过伤心的。你何必讲？你若知影我人已经死啊，你到底是谁？哦，歹势啦，啊，我煞袂记哦，自我介绍者，我哦就曾正贤啊，啊，真正用哦。算起来，我跟你阿妈是有缘啊，伊才叫我来跟你讲这件代志啊。我那伊到底是安怎？是不是已经让你害死啊？嘿，天大的冤枉啦！我无代无志哦，拄到恁阿已经足衰啊呢，啊你即摆阁诬赖我？你看，我就是买着这台电脑，才我都看到恁阿的啦。这是刁民的电脑。雅琪。人还在啊？我无甲你骗啊！迄当阵哦，我看到恁翁安尼面色青顺顺的，啊，阿妈骨肉骨用挂受伤啦。啊，刚才哦，看到是我，啊，无吼，若换做你吼，迄个。卖搁讲啊！条命的电脑一直拢在你的身躯顶，谁会伫你遮？你就是绑票条命的人对无？你卖有袂讲话啊无？那是你讲哦，安尼硬甲我拜托，我才答应伊要来接。你卖阁骗人啦！我甲你讲，阮人一定是叫伊放弃，一定死啦！爷，跟我来去见警察。爷，你，哎，你卖想讲你查某我怎么敢拍你哦？跟我去见警察。爷，无啦，你哪我是真的是电脑来，行吗？别动！开走！原来朝明出现在郑贤面前后，朝明仍是不放弃的，要郑贤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找他的妻子静书，要静书勇敢地活下去，并诉说他的思念之情。郑贤被吓坏了，只好答应约静书出来见面。只是郑贤万万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竟被当成嫌犯进了警局。在一阵混乱之后，他把这几天遇到朝明的事都告诉警方，并且坚称自己没有说谎。哎，警官啊，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啊，啊你们不要不信哦，啊到时候你们如果看到，就一个一个要跟我道歉。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就把江朝明叫出来，让我们看看他。哦。哎，
不行不行啊，他哦半夜三点的时候才会出来啊。那好啊，你今天晚上就留到这儿，我们一块等到凌晨三点吧。好啊，没问题啊。就这样，郑贤与静书都留在警局，等到凌晨三点的时候，一行人便盯着电脑荧幕，想要证实郑贤说的是否属实。只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朝明仍是没有出现。警官，你先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叫他出来啊。哎呦，谁干的？啊，你们警察，你警察你被死出来啦！哦，你当初我咧搞钱拜托，慢慢都敢出大烟来呢。啊，即摆哦，大家拢在场，啊，现在给你当三哥，你敢唔去出？哎，啊，是故意啊，用啦，哎。哦，姐在讲你没错。陈振贤，你不觉得你这个谎扯得太过了吗？你那个鬼啊！我俩你是去你帮着，你应该告错，你应该告错，你应该告错呀！不要急。我说的吼都是真的啦，啊谁知道吼，啊平常都来搞我勾勾底，那现在他就不出来了。好啊，闹够了没有？江朝明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就跟你讲他死了啦，啊你现在问我他在哪里？他应该是在阴间啦。你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啊，大哥，把他带到侦讯室。是。你们长官啊，我是无辜的，你不可以把我关起来啊。郑贤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会演变成现在这种局面。他真的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在心里对朝明谩骂千百句脏话，还是不能消除自己的怒气。不过就在警方的逼问下，郑贤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于是警方立刻调查郑贤在网络拍卖上的交易记录，果然证实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我没有骗你了哈。我们就暂时相信你的话，不过你最好不要乱跑，有任何必要我都要找你回来问话哦。我知啦。啊，我的电脑哦。这是证物，暂时由我们警方替你保管。啊，不是啦，这个电脑是我买的。把它带出去。请吧。哼，安尼无代无志哦，即马叫警方当作是嫌疑犯，谁讲的？你害我清清白白的认计，即马叫冤枉。上气的哦，是我的电脑嘛叫没收，我一万块无伊啊啦，一万块，我当买两百条乐透呢。我的看哦，我也能变成亿万富翁哦！死干的，我就惨你，就惨你哦，应急不得超生啊！你气死我，完蛋了！而这时，伤心回到家里的静书，脑海里一直重复郑贤所说的话。虽然没有看到朝明，但是郑贤说的振振有词。静书不由得在心里怀疑，朝明这一次恐怕真的是凶多吉少了。朝明，你到底在什么所在？Thank you.
静姝与朝明两人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交往，活泼浪漫的朝明常常做出一些令胆小的他又惊又气的事，但也让两人的情谊更加深厚。毕业后，朝明跟好友健康健平合开的公司渐渐稳定，于是这一天，看起来你可能袂答应要嫁我。哪有人安尼求婚的啊？一点都不浪漫。干嘛呢？安尼我就只好有缘人来挂这卡手指咯。你是有毛病，你是有毛病啊！这手指都贵的呢。哼，啊你腰贵，搁计说你哦。我帮你挂。这好看的，静姝啊，我就爱你的，你好，我照顾你一世人，好不好？你看我是穿怎样较好看，还是穿怎样较好看哈？你倒手伊娘。吼、哦，你若安尼哈，连看都无看着，白讲。一讲到，毋敢知影上网。你归去吼，带这电脑做恁无好啊啦。我就是带你做细爷啊。你若安尼讲啊，你啊。是啦。哎呦，是累啦，阮公司最近新开一个网站，我会特别去看卖嘛。我心目中，你永远比电脑搁较重要。敢真实？迄当然是真实了。来，我讲几个数你听。我袂听啊！你昨讲迄几个数话要恐怖死，害我半暝都唔敢去办事。我袂听。啊你哦，我实在就无胆，惊鬼惊火，还搁惊。看你哦，以后哦，搁对比咱的囡仔，搁较无当。才袂咧，我一定会做一个最勇敢的妈妈。哦，是真的吗？嗯。安尼，咱就来洗一个看卖啊。我已经想好了，生查甫的就叫江炳武，生查某的就叫江五叉。哦，哪有人叫这种名啦？有够奇怪哦。哎呀，咱先来洗一个看。你不是一直在想要爱一个囡仔吗？你到底在什么所在？你紧转来，你紧转来啊！想到
与朝明过去的种种恩爱回忆，更让静姝伤心不已。如果眼泪能够换回朝明，他宁愿自己哭到失明也在所不惜。而另一方面，警方从电脑的 IP 位置查出卖电脑给郑贤的是绰号叫阿侯的陈进元，一个月前才刚假释出狱，但是目前行踪不明。于是警方四处寻找阿侯的下落，但却都无所获，更让整起案子困难重重。而这天，警方终于有了新的发现。查了张朝明的电脑，发现了张朝明的血迹。这么说，张朝明很可能已经遇害了。还有，在弹子上面发现了一根白色的绒毛，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属于衬上的一点。另外，在弹子上面有小块深蓝色的化学染料，含有雨水的成分，应该是出自于这一带的废弃染料工厂。干掉的染料因为碰到雨水而变湿，所以才会刚好渗进电脑袋子。好，太感谢你，我马上派人搜索这一区的化学工厂。当作我是凶手，啊，另外电脑拢叫伊收收起来，啊，这就是你报答我哦，甲你斗相共的方式哦，真正哦，好心无雷针啦。是的啦，是的啦，拢是我害你的啦。你知影就好。我看，我今麦有够看的。哎，你嘛足好笑的。你是鬼呢？阿要哪会寒啦？因为我唔在所在，真正够寒的，而且还佫有虫一直咧咬我两面。我拜托你，你去同我讲，我去用台迄块好无？要找哦，你家己找。迄恁家的代志啊，我敢袂插。你莫安尼啦，人阿鬼本来就是阴阳两路。我就是因为我都跟他见面，才一直来找你啊。喂，你到底爱我哪样？你才肯跟我斗相共啦？那无安尼啦，看你电脑买偌济，我赔予你啦。也是。看要偌济，拢会知好无？真是了。
是你啦。是恁翁叫我来。神经病啊！哪里啦？我讲的真实，我无骗你啦。我白听啦。你哪个？你呀，你开门，你开门啊！你开门来着。你哦，还实在叫我当，惊鬼惊乌，还搁惊。我害你啦！你哪知？我都跟你讲是恁阿甲我讲的啊，啊你也不相信啊？这么多天，我哪敢真实跟你讲这？系啊，啊无我哪会知啊？啊你跟你讲什么？我都听的，咱笑得咁济，我哪敢真实死啊？伊到底讲在你讲啥物啦？哎，这水大嘞，啊有菜头啉的啊？你是在笑啥？无啦，我就像感觉吼，你生气的时阵真古锥呢。你是在乱的啊？我即马就报警。我跟你讲啦，啊，恁翁甲我讲吼，伊上爱安尼摸你的头啦。啊，还佫有吼，在伊的心目中，你永远比迄电脑较重要啦。还佫有哦，啊，因讲吼。你若生查甫的，就做江平武啊；啊，若生查某的哦，就做江木茶啦。那呢，刁明，刁明敢真是死啊？对啦，伊是真正死啊啦。啊，伊讲哦，伊这世人上对不起的就是你啦。伊讲伊无法度陪你行一世，也毋过伊做烦恼你的哦。伊希望哦，你会当好好活落去啦。刁明，我爱刁明，你别生气啊！你莫遐艰苦啦，啊，即摆上重要，先找出恁阿，毋才要紧。啊，不过我根本就毋知伊伫啥物所在啊。对啦，伊甲我讲哦，伊敢若待喺一个工厂的后山啦。还佫哦，伊讲哦，伊足寒的，啊，拢叫汤家，足可怜的呢。救命啊！歹歹势哦，恁翁哦有答应我。讲要陪我迄落买电脑的钱啊！听完郑贤的话，锦书也终于明白，朝明这一去是很难再回家了。于是他告诉警方这件事，警方出动警力，真的如同郑贤所说的，在工厂后方山区挖出了朝明的尸体。只是朝明能告诉自己被埋尸的地点，又为什么无法指出真正的凶手是谁？这其中到底隐藏什么样的玄机呢？心理准备，但是看到朝明冷冰冰的尸体，锦书仍是伤心地放声大哭，
久久不能自己。大哥，嗯，山下有间废弃的化学染料厂，是我们锁定的，待会儿过去看看。好。于是，组长带着警员到山下的工厂搜索，终于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发现了朝明的血迹。警方判断，这里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也是朝明被挟持后与歹徒所待的地方。没想到这件事说的都是真的。嗯，现在尸体和第一现场都已经找到了。就缺凶手还没抓到，这个阿高还真会跑。我认为这个案子不是阿高一个人干的，就凭他以前干的那些案子，何况他现在正在假释之中，所以我认为他根本干不了那么大条的案子。会不会是其他角头老大跟他接洽的呢？是有这个可能，可是黑道为什么盯上身家清白的江朝明呢？既然确定是绑架撕票案，大河，马上通知下去，全面通缉阿高，决定不能让他逃出台湾。是。警方除了布下天罗地网，全面通缉阿侯之外，还找县民打听阿侯出狱后的行踪，希望能有有利于案情的消息。而另一方面，算起来袂歹，啊，开一万哦，赚三万，过来买一台全新的电脑。要唔过话，个拢来，安尼我以后都看袂到你的水槽了。假使讲哦，我若能娶一个像你遐尼水，佫遐尼好个某，我死嘛甘愿。警叔，你还较坚强诶。是啊，啊那无吼，彼得会袂放心。虽然有了健康与建廷的安慰与陪伴，但失去心爱的丈夫，静叔还是感到很悲伤。而在这个时候，警方终于从县民那里获得阿侯可能的藏匿地点，于是派人24小时跟监埋伏。而这一天，你过来啦！你还够穿裙的，去头洗一下啦！紧啦，要走啊啦！哦，你这无聊呢？要考试啊！你家己去。哦，奇怪，你今日是安怎啊？孙阿想要学人做君主。曾先生。你哪来遮？你是要买啥物件？我甲你倒找啦。不是啦，我今日是专工来找你的啦。找我？你咪找我？是的啦，曾先生，进前哦，是我误会你啊啦。嘿、欸，我的口气哦，不是要叫你搞回实的啦、欸。其实你来找我哦，我都已经足欢喜啊。对啦，啊，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是安尼啦，有一件代志。我想要请你跟我斗三工，啊，唔知影。无问题，无问题。莫讲一件啦，一百件哦，我嘛会跟你斗三工。咁真是嘞。我做想阮翁的，啊，想讲，唔知影是唔是会当甲伊见一面。啊？哎。哦，好是好啦，用过我唔知要怎来斗相共的。调频的电脑我已经早顿咧伫咧处理啊。假使讲你今仔若有闲，你是不是会来阮家一转？就算讲我无法度见伊一面，也毋过上无我会当甲伊讲话啊。
敢袂当甲我斗三工？这好啦，也毋过我袂当确定会当成功无。无要紧啦，总是爱试看卖啊，才会知影。啊！你唔紧出来，你某在等你呢。刁平，你紧出来，我看卖了好不好？刁平，刁平，你紧出来，我看卖了好不好？刁平，刁平，你是安怎要留我一个人？你是安怎唔肯出来见我？你敢真是这呢啊忍心，我这呢啊痛苦，你是不是啊？我其实啊，恁就当见面啊。嘿，你莫袂讲啦，你是唔通想袂开呢？江条明啊，你何紧出来啦？莫让恁某遐尼艰苦啦，哈？江条明啊，算我拜托你啊，好不好？我一世人哦，也无做过啥物好代志啊。啊，你即届哦，替我做一个好人啊，吼！啊，你紧出来啦，啊，紧哦，甲恁某见面啦，好不好？啊，紧嘞！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朝明真的现身了？他到底要告诉心爱的静姝什么事情呢？静姝，刁平，敢是你？敢是你？是啊，是我啊，静姝。你真实是你，你真实是你。我就是看到你啊，我就想你，我真正就想你。我嘛是，我嘛都想你。刁平。你紧跟我讲，到底是啥物人把你害死的？静姝，你莫烦恼这么多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想歹人早晚会得到报应的啊！我无害，我还不甘愿，我不甘愿，刁民。你带我走会走无？没有，既然我已经死了，我都搁活过来，你莫受过艰苦，你一定要坚强活落去。那无，我会艰苦呢？暗时人敢一个人睏，就当我送你的玩具箱，当作是我，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旁边的。若想我时阵，就当咱以前相片摕出来看。静姝，听我的话，你今仔好好活落去。静姝，我就爱你。我真正就爱你耶！我嘛是，我嘛是。袂用的，我时间要到啊！我爱来去啊！我不爱，刁平，你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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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刁平。
来等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要哪搞我乱条条？锦叔啊，锦叔，有人在吗？应该是我。真急哦，不要你走了。会当的，这点仔钱，莫讲要走了，干那我啉水呾都无够。你搁敢要甲我提钱？计分呀，我早就给你啊。话搁讲倒转来，我是叫你共请，也无叫你共抬啊。会当。你咧讲就无意思，迄、那个情形吼，你若在场，你同款会甲刣啦。代志就发生啊！你既然搁敢甲调皮仔电脑摕去卖，你是毋是代志会结空呢？我也毋是用电脑甲刣啊。搁再讲，我去欠钱，甲伊电脑摕去卖，迄是应该啊。但你是咧惊啥？啊你！拢好哩，你也知影哦，警方拢甲你通知，你上个有啊，唔走啊，永远都莫转来。行动！带走！是。走！走！阿狗，假释期间你还敢犯案啊？我们已经在你的车上找到江朝明的血迹，你还有什么话说？而你就是教唆他犯罪的人，对吗？建廷，建廷，你说，王建廷，你为什么要绑架江朝明？士兵，建廷，士兵。对，把救出者就是我。谁人要来做？是安怎啊？刁民对台军都敢那亲兄弟共款，你台军亲兄弟款动手啦！我嘛受到代志变甲安尼，安怎？我的目的就敢那想要治钱尔。钱！你敢不是人？静姝怎么也没想到凶手竟会是建廷，建康这下子更是无颜面对静姝，只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发展更是让人大呼意外。警方接着开始分别对阿侯及建廷两个人展开侦讯。阿
虎说，以前建平还在道上混的时候，两个人曾经合作过一些非法勾当。之后，建平跟哥哥建康经营公司以后，两个人便没了联络。直到他出狱后，建平突然找上他，要阿侯绑架朝明。阿侯随口问了问原因，建平却要他别管那么多。于是他就照着计划，趁朝明下班后，在路上与建平将他掳走，再到废弃的工厂，接着打电话向静书要钱。因为怕静书报警，才决定剁下朝明的手指寄给静书来恐吓他。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朝明竟然差点挣脱绳子脱逃。阿侯一时情急，把朝明给杀了。他一时间也慌了手脚，最后在与建平商量后，决定还是按计划进行，并把朝明埋了起来。没想到却因为一时贪小便宜，在网络上卖出朝明的电脑，才被警方查出了身份。老大，王建廷和阿狗的说法都一样，只是他杀人的动机和赎金的流向一直交代不清楚。哎，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林静书说过，有个叫廖董的人用2000万的现金买下他们的公司。可是如果说王建廷真的绑架江朝明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股权也卖给这个廖董呢？对呀，那王建康呢？他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在做什么吗？这也是我存疑的地方啊。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你找人24小时盯着这个王建康，然后我们去清查这个廖董的身份。好。有了这样的怀疑，警方立刻去查廖董的身份，终于查出他本名叫做廖金雄，根本不是朝明公司的客户，只是过去曾经帮建廷收保护费的人罢了。于是警方立刻逮捕他到案，也在警方的逼问下，他说出自己是拿了建廷的钱才帮忙做事，其他的就不知情了。而这天，你应该很清楚我们警方请你来这里的原因吧？是不是有关 P 的案子？没错，廖金雄根本就不是你们公司的客户吧？我们公司客户那么多，不是每一个我都认识。你还装蒜？我们已经查出你上个月名上的股票买卖亏了很多的钱。是，我是玩股票，但是这跟 Peter 的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健康，我们已经查出来，在江朝明被绑架后，你曾经进入大笔的金钱，而且这些钱最后都成了江朝明的赎金。还有，这些原本都是江朝明的股权，最后竟然都变成了你的。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江朝明的绑架案根本就是你自导自演的，你还不承认吗？好，我承认。一切都是我做的。健康说，他跟朝明合开的软体公司业绩一直很不错，但是几个月前他因为玩股票亏了很多钱，甚至还挪用公款。他怕被朝明发现，加上他在外头已经负债累累，他和建平商量之后，两人决定计划一起绑架案，想要谋夺朝明在公司的股权。他们料准深爱朝明的静书一定会为了朝明的安危放弃一切，于是便假意找了廖董，说是要买朝明的股权。就这样演了一场戏后，以为天衣无缝，等钱到手就可以放了朝明。不料阿侯失手杀了朝明，才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我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不想让彼得死，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来走。是。刁斌，想不到健康和健庭你两兄弟啊，竟然这样对待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自己。江雕明，虽然我真喜欢林某，也不过我知道伊无可能会介意我，也不过你放心啦，我会替你照顾伊，啊，你就放心做你去啦。